现在我要解说的是小熊编号10。首先我们球嘴留2公分，然后做一个3 4 3 4 3 4，然后做一个5 5连接在这里，接着我们再做一个5，这两个5做宽转，然后我们做一个3，做一个4，4和吹嘴2护板，再做一个5，一个5，一个4。我们把这个位置先排好，5 5 4，排好以后这两个4做翻转，接着换上眼睛，我们这个可爱的小熊完成。